现在就要出发了，谢小雨，今天宝儿在。我一会儿要去接小鱼，然后你方便过来吗？我先接到他，然后后面没有计划。我看啊，他是4:50放学，我先接到他，然后我在附近找一个吃饭的地儿等你吧。好的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开心。这样的话，我今天就不用独自带鱼。但有个问题，就是于姐爱娃，爱她娃哥比爱我要多一些，因为平常于姐见不到我都不会说想我，但是见不到娃会问她妈妈说，妈妈，那个娃儿哥哥在干嘛？不过娃儿那个长相啊，确实就是招人喜欢。这个是没有办法。然后他既然工作完了，那他帮我带带小鱼，蛮不错的，蛮不错的。今天就不给他买东西了，上次给他买的棒棒糖也不爱吃，然后扔掉，不扔掉就是掉了，然后再给他，他也不要。仔细想了想，还是给鱼姐买一个。要吗？棒棒糖好了，棒棒糖。啊，不记得，应该是这两种之中的一个吧。你好，要这两个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王宇同学的幼儿园。嘿，马上就到了，现在。你要吃吗？我忘记你喜欢哪个味道了，有一个樱桃味，真的不吃吗？你不吃我就吃掉了。今天就不给他买东西了，上次给他买了棒棒糖也不爱吃。最近没有见到我，你觉得我有变化吗？我有什么变化？我把头发剪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我现在好看还是以前好看？以前。以前？真的？你不是说我长头发像女孩子吗？啊，是不是你说的？ See? 根本就不想跟我说，没关系。那你饿不饿？不饿呀。计划就是等娃儿，但现在问题就是要去哪儿等。你看你今天好看不好看？你看看。不要。为什么不要啊？好吧，那不要就算了。女孩子就是很难哄吧，可能。我真的没有以前好看吗？打个招呼好不好？在这里等一下瓦尔哥哥吧。你不想跟他一起去吗？想。我就知道你想。那我们等一下他好不好？果然比较喜欢瓦尔哥哥。瓦尔哥哥来了。这是电话。哦，是吗？因为我在陪小鱼。小月，小月，我来了，你开不开心？变成粉色的了。什么东西变粉色？娃儿哥哥的脸。娃儿哥哥脸。你看到了，然后。娃儿来了，真的还是有点好。虽然着急的。小月的聒噪程度有。着急的死，那么长。果然年纪差不多的人才能聊到一块儿。那么长个。娃儿也就。剪掉一点，还是再加长一点？我忘了。小鱼。是那么。小鱼，你今年几岁了？秘密。对，
说不能把随便把年龄告诉陌生人。两个处女座，我真的不理解。他是也是处女座吧？对呀、啊。我为什么不知道？知道啊，我之前跟你说过。你看这个处女座的傻哥哥和处女座的小妹妹。可是你没跟我说过呀。我跟你说过，你可能忘记了。没有。之前在北京的时候，我有跟你说过。你没有。我有。哇哇。嗯。人家根本就不在乎说的话。是不是？这不是亮吗？希望小鱼变回原来的小鱼。可以变成银色，然后变成挪椅子。我喜欢银色。我不行，小孩子这样真的是。就这儿吧。啊，就这儿。小鱼下车了，快！走了。啊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小鱼这么撒泼。都怪了啊，然后现在两个人已经乱跑，跑丢了，回来了。哇，两个人好幼稚哦。我请问你们两个可以在干嘛？好傻，巴尔竟然陪着他在跟我躲猫猫。你先进去看看好不好？我在这儿等巴尔哥哥。哇，你要再快一点吗？不要了，这个看起来蛮好玩，我也要。哦，小鱼，你小心一点。啊，可以了，小鱼。啊，这就是当公主的感觉吧，娃儿。娃儿，你帮我推一下，快一点，再快一点。啊，快！你行不行？我被甩出来了。所以小孩子玩这种东西一定要小心啊，不能太快，不然会被甩出去。打到了吗？啊，没有。打到了。这东西看起来非常的不错。有娃儿在真好，娃儿可以陪他玩，然后我呢就自己玩自己的，很舒服。哎，还用到那个？是吗？这么厉害啊！那你再弄一次啊！哦，真厉害！哎，好，哇，你这个姿势也太销魂了吧！那我要推了，小心飞出来啊！果然啊，带孩子来游乐场是一个好的选择，因为他们可以不烦你哟。我看小鱼的舞姿，刘畅哥哥在玩木马，看看刘畅哥哥英姿飒爽的样子。喂。哎，朋友，打个招呼。啊？感觉是不是特别好？有一种在童话里的感觉。刚才钓了一会儿鱼，现在要去钓网易鱼。小鱼，我知道你不想走，可是我们8点要离开这里哦，要去吃饭。八点就是现在是7:48，还有12分钟，好吗？我小的时候也不愿意回家，就像现在的王一瑜同志一样啊。发现我真是挺讨厌，因为我就最讨厌别人催我。可是，就当你要负责任的时候，就会变得不一样。这小东西都好可爱、啊，这个小东西也很可爱啊。哦、你好丑啊、嗯、你好丑、啊、谁说的？爸爸带他去吃饭。吃什么？刚刚给他妈妈打了电话，他终于同意跟我们一起在外面吃饭了，所以现在带他去吃饭。打个动作，3、2、1。
王一宇、小鱼，我们三个人一起拍一张好不好？你站中间哦。真的好可爱，你看你自己可不可爱？好傻。看一下这张照片，看一眼吗？还挺可爱。走吧，我们去吃饭了。王宇，来吃这个。我在拍视频，有一个人，他什么东西都搬得动，只有一个东西他搬不到，是什么？是自己。对了，看来刘畅哥哥思考的就是这个谜语。那要不我们给刘畅哥哥一些奖励好不好？好呀。这不会的。谢谢你们。那猜猜他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对，没抓到。好。骗。哎呀，不行，要告诉他。我不告诉他。啊，他躲好了，快去找他吧。哎呀，小鱼在哪儿啊？给拿着这个去。小鱼，小鱼在哪儿啊？我怎么看不到他？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？小心，走吧。走吧，该回家了。王宇，妹妹。要不要跟大家说再见？再见。再见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拜拜。